Thank you.
报喜还有广东永春州律师事务所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联合特约播出。北京时间7:30。最近天气炎热，好多人都话眼睛经常模糊、流泪、怕光、刺痛，好难受。系啊，但系只要你而家来电，无论你喺边度，都可以无忧体验一份好视力嘅眼贴，喺屋企等就得啦。020-2829-8769，2829-8769。为咗肯定你听到嘅系真嘅，你不妨而家就打个电话验证。点解好视力要推出无忧体验嘅服务呢？因为好视力公司感恩回馈各位听众16年以嚟嘅支持。讲到眼睛，问题就真系多。系啊，眼睛干涩、怕光、胀痛，甚至模糊，唔理系大人定系小朋友，都有眼睛不适嘅问题。确实啊，但系而家好啦，好视力细到7岁小朋友，大到80岁嘅老人都可以用。咁嘅老品牌、大品牌就咁俾你郑重承诺，只要你眼睛唔舒服，打入电话无忧体验好视力020-2829-8769，2829-8769。冇错，好视力嘅眼贴富含草本植物精华，我贴喺眼皮上，唔接触眼球，绿色健康，贴完眼睛滋润舒服，清凉舒爽。而家一个电话，你就可以无忧体验一份好视力嘅眼贴，020-2829-8769，2829-8769，2829-8769，唔使出门，令你喺屋企无忧放心体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视力科技。好消息，好消息！体验元旦，12月24日20:10起，广东体彩开始大乐透追加科技投注，固定奖奖金翻翻派送活动。详情请见体彩投注站，中国体育彩票。春节美食特别多，吃多吃杂易腹泻。防患未然，快用广州牌保济口服液，口感好，吸收快。广州牌保济口服液，肠胃良方，代代相传。儿童肠胃不适，还有三高仔保济口服液哦。就送燕之屋晚宴，感恩贵人答谢客户，吉祥年送晚宴，匠心品质体面到尽。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吉祥年送晚宴，浓情今晚幸福美满。燕之屋晚宴，开完就能吃了纯燕窝。广州友谊商店、广百百货、番禺山姆会员店、汇锦新城店、珠江新城华穗路旗舰店均有售。晚宴专线020-3835-0088，3835-0088。为广大客户搭建与车主直接沟通的优质平台，珠江经济台、广州交通台、广州汽车音乐台、广告独家总代理羊城交通台，本地唯一广告总代理城市之声工商广告代理，声情并茂，魅力双机，广播广告投放稳中谋，020-6631-0661，6631-0661。以下是
广告时间。聚焦人产生事件，作为空间生态界，信心进行时。本节目由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年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咧《税收进行时》。在我哋鸡年翻嚟之后咧，我哋第一期嘅《税收进行时》同大家见面，我是维敏。啱啱过完呢一个嘅愉快嘅春节啦，大家肯定是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咧肯定领完年终奖啦，好好咁样办年货啦，周围去玩啦，好好咁去 shopping 啦，置办好多嘅新嘅家宅啊、细院啊咁样吓。咁啊，可能咧呢一种嘅兴奋劲而过咗之后咧，嗰嚿年终奖咧。就好值得回味啦！就啊，點解呢個數係嘛？同往年會唔會相符咧？仲有可能呢一刻你就開始喺度焦灼緊，到底呢一個嘅年終獎係點樣去計算税嘅咧？嚇！咁所以咧喺今期嘅節目當中，我哋又同大家傾傾啦。到底咧年終獎嘅具體嘅扣税辦法係點樣嘅咧？同當年嘅工資計埋一齊扣，會唔會又會唔一樣咁樣咧？先嚟聽下小丹嘅故事先。年终奖的时候啦，实在太兴奋啦！今次是我第一年入职，第一次攞年终奖，真的很开心啊！不知道今年的年终奖够不够俾我去一次欧洲旅行呢？啊，我真的恨了好耐啦！啊，我听讲咧，我哋公司年终奖都有几万银噶，但系就唔知点样扣税嘅咧，扣完税仲剩几多咧？嗬？是要同当月公司累计扣咧，定系将年终奖除以十二个月再嚟扣税咧？对呢个问题咧，就等我嚟同大家解释一下吓，多少复杂，所以俾啲耐性慢慢听。嗱，对于咧全年一次性奖金系点样计算个人所得税嘅办法咧，其实国税法2005/9咧就对呢个计算方法做咗非常之明确嘅一个规定嘅。按照相關的規定，納稅人取得全年一次性獎金，將會單獨作為一個月的工資、薪金、所得來到計算納稅的，不過就不是一次性扣，而是要進行減除這樣。怎樣減、怎樣除呢？首先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先將你那塊年終獎就要除以12個月，然後呢拿到個雙數之後呢，就確定下你的適用稅率和足算扣除數了。這個的計算辦法就是參照下個人所得稅的這個足算扣除率的計算的辦法。然後呢，如果說在發放年終一次獎金的當月，你那個僱員，即是我們作為打工仔，那個當月的工資薪金所得是低於稅法規定的費用扣除額，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起徵點的話呢，咁就應該將全年嘅一次性獎金，即係呢個年終獎，減翻嗰個當月薪金所得同費用扣除額嘅差額，然之後咧再去睇下，咦呢嚿數係幾多啊？再去適用翻當月嘅呢個適用稅率啦，同埋足算扣除數，再嚟計算。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經開始有啲暈暈地啦，唉，你點啊？咩意思啊？減嚟減去咁好啦，舉個例子俾你聽，你就明白曬啦。嗱，就好似阿小丹咁樣啦，就先當佢一次性獲得嘅年終獎咧有24000蚊，然之後每個月嘅工資大概有5000蚊左右啦。哇，點樣計算呢個税咧嚇？好簡單，就係攞佢嘅呢個年終獎嚇24000蚊除以十二嚇，除以12个月。咁你每個月咧就係2000蚊咁樣嘅呢個收入啊嚇，咁好啦，2000蚊呢一個嘅收入係適用邊一檔嘅適用稅率咧？就係適用10%嘅呢一檔嘅稅率。咁啊，速算扣除數咧嗰檔咧就係105蚊。好啦，咁樣計落嚟咧，呢個年終獎應該繳納嘅個人所得税咧就係24000蚊乘以10%，再減去105。咁啊，即系咧2295蚊，咁再加埋佢原先嗰个工资薪金就要减咗45蚊税咁样，咁亦即系话咧，咁佢呢个月就系要扣2340蚊啦。所以你睇下吓，得20000几蚊年终奖咧，都系扣2000零蚊税啫。所以希望大家咧要多多理解一下呢个税法先得，咁样先可以对自己嘅收入咧更加心水清。
好，今晚节目时间又差唔多。以上系广告时间。珠江第一线系由潘高寿紫咳川贝枇杷露特约播出。周一到五早高峰，七点半到九点，新鲜新鲜重点重点热点热点，第一线网络资讯领先。我听见珠江第一线，我看见珠江第一线。呢度有探径包容，更有豁达进取。传媒体交流炮制，饮茶论道倾下偈。珠江第一线。早晨，星期三早上7:40，今日继续有郑格里噶同你饮茶倾偈。睇睇今日嘅天气咧，似乎呢个钟数咧就真系有啲蒙蒙地啊，有啲雨粉仔啊，呢个天气啦，哇边就边，不琴日预果俾你听嘅啦，今日系会有中等强度冷气嚟噶嘛，仲要带住雨水嚟添。气象部门预测啊，今日傍晚前后开始咧，会有一股中等偏强嘅冷气咧，自北向南咧影响广州，有小雨嘅状况嘅，气温咧系会明显下降。哎，快啲我睇啲冻啲衫出嚟啦，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借机着上去啦，唔系咧就可能即系买少件少啦啲冷气吓。咁啊，听日白天开始咧，降水就会吹结束啦，转为多云嘅天气。另外咧，受冷气影响啊，今日夜间开始咧，广州小陆地阵风咧将会加大到4到5级。港區就6到8級，各位街坊要注意適時添衣，唔好感親啊！廣州今日咧係陰天有小雨，氣温介乎14到19。聽日咧係零星小雨轉多雲，而後日咧係天多雲嘅天氣狀況嚇。好啦，另外轉個頭睇下交通方面，交通現時咧各大主幹道都係綠色嘅，咩意思啊？即係暢通咯嚇，冇問題嘅。咪只要呢個開學時間未嚟到咧，那個早高峰時間咧都唔會喺7:30左緊嘅呢個時間出現。你早啲出門咧，應該就唔會塞嘅。但遲少少咧，去到差唔多8點嘅時候咧，你再刷新下個交通咧，都係比較攪搞嘅。好啦，我睇下今日嘅早茶話題。參與早茶話題討論，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珠江經濟台。你仲可以喺公眾號主頁語音留言，你嘅聲音將會有機會出現喺下午5點嘅全程直播節目當中。珠江第一線，朝朝請你飲早茶。今日飲茶論道，早茶話題係飲啖茶，傾下偈。過年好多人會選擇去電影院看翻場戲啦，嚟度過呢個春節假期係嘛？應該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咁樣你唔係睇票房貢獻率，哇！今年又破幾多幾多億咁啊，幾多幾多10億係嘛？嚇，周星馳就好開心啊，咁樣因為又創紀錄啦咁。咁啊，其中有冇你嘅貢獻呢？咁不過咧，即係喺睇戲嘅時候咧，遇到一啲情況咧，你又真係幾猛噶。喂，我即係嚟呢度睇戲，我係想享受成部戲啊嘛，但硬係咧就有啲支支助助咧，就搞到我唔可以認真睇，我真係好煩嘅咧咁樣。咁啊，講緊你今日飲茶呢個事件係咩事咧？咁啊就話啦，喺廣西桂林啊，秦女士，咁佢咧就帶住佢媽媽同佢嘅細佬咧，就喺電影院睇戲嚇，就係三代人，我哋一齊睇個大戲咁樣。咁啊，佢睇下睇下啊，睇完之後啦，點知咧行出影廳冇幾耐咧，有兩個同佢年齡差唔多嘅女人咧，突然間衝上去，跟住咧就係鬧咗呢位秦女士咧幾句粗口，然之後咧就將秦女士咧擁倒喺地下，又攞一個女仔嘅保温杯咧就一嘢車埋佢個頭度咁樣。哇！做咩事啊？做咩咁大仇口啊？睇完場戲搞咁嘅嘢咁樣。咁啊，秦女士就話啦。哎呀，我今年39歲，打人呢兩個女人咧都係咁上下年紀啦。我被打嘅時候啊，我9歲嘅女就喺旁邊啊，哎呀，喊到幾陰公啊！哎呀，仲有我媽啊，想拉開呢兩個女人，等佢唔好再對我施暴噶啦。但係連我媽都打埋咁樣，哇！即係打人做咩事要打人啊？咁暴力嘅咁。咁啊，梗係要了解清楚啦，咁咧就睇翻個過程啦，就話哦，原來咧就喺頭先睇電影嘅時候咧打人嘅嗰兩個女人咧，佢就坐喺阿秦女士嘅前排嘅。咁啊，睇緊電影嘅途中咧，阿秦女士咧就曾經兩次咧攞手機出嚟影相，而且咧係冇關閃光燈嘅。咁每次影相嘅時候咧，前面坐嘅呢兩個女人咧。都會翻轉頭，眼神制力佢。咁咧，即係冇講嘢，但係就即係執佢啦咁樣嚇。
咁但係咧，因為影廳裏邊嘅燈光比較暗啦，咁啊即係睇翻嗰個監控視頻咧，睇唔出雙方咧即係除咗係擰轉頭啲動作之外，有冇發生過口角咁樣嚇。咁啊即係跟住出嚟嘅結果就係秦女士一離開影廳就俾人打啦咁嚇。咁啊秦女士就話咧：，唉，我係。因為應該看乘風破浪啊，看到男主角出嚟的時候，我很激動啊，我又很喜歡他喎，我拿手機出嚟影兩張相啦。如果咁樣做違規的話咧，我願意承擔責任嘅。但是他哋兩個出到嚟係嘛，咁你講即係講幾句粗口就對我開打，實在是我都接受不到咯，我覺得你哋應該道歉咯咁樣嚇。唉，呢件事咧就係因為用手機閃光燈影相，俾人打到口腫變腫咁。呢件事啊，迅速咧就上咗嚇網絡熱搜榜啦。好多網友咧就係鬧佢打人嘅，無論點都好，你喐手就唔啱咁。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係話：，哎呀，你自己如果唔係做得唔啱啊，人哋點會訪問就想打你啊？咁啊就引起咗大家對於呢個睇電影啊各種觀影陋習嘅一個吐槽啦嚇。比如好似呢一位網友，佢話：我最憎人咧喺睇戲嘅時候咧，喺我附近摁腳噶咁樣嚇，搞到成排凳都喐曬咁樣。咁啊，另外呢個 Leo 咧，佢就話：哎呀，有人啊一路睇戲啊，一路喺後邊咧踢我張凳咁。啊，我都遇過呢種情形啊。佢一般咧就唔係專登踢你張凳嘅，可能係佢只腳比較長啦，或者係腳痕啊、身痕啊，唔知點啦嚇。即係喐嚟喐去嘅時候，咁啊只腳你知啊，影廳黑啦咁，可能。隻腳啊，或者係啲書包啊，或者各種嘢咧，就會刻意揩到張凳，咁你就硬係都係會打突咁噶啦，係嘛？呢個亦都有可能啊。咁另外一個咧，就呢位網友咧，佢就話最憎咧就一出片尾字幕或者片尾音樂一響咧，嗰啲電影院工作人員咧就即刻開即係開燈收場啊，要收垃圾咁樣，最憎噶啦，因為有好多時候電影會有彩蛋噶嘛。另外啊，片尾會有好多。作人員的名字嘛，對人家不尊重是吧，這些電影片尾包括電影票有效範圍之內的嘛，當然這些就是大家的吐槽了。其實關於看電影，你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觀影惡習呢？我就選有了，尤其那些呢即係中意大聲講電話嗰啲啊，真係好人憎啊！你秒幾鐘幾廿萬上落，你可以出去外面講嘅啫，你係要喺電影院裏面睇緊電影過程當中講嘅。咁你講我即係知你個即係呢個電話非常之咁重要啦，重要到唔可以唔聽啦。咁你聽你咪盡快收線啦，你做緊嘢就復翻電話俾你咁咪得咯。啊，你又係要喺度講嘅喎。仲要咧，我遇過好幾次咧，佢講啲嘢咧就真係唔係好重要嘅內容嘅啫喎，有啲情況遇到係談情説愛啦，咁都唔制，我唔收線啦，你先答我先啦咁，啊真煩到你啊真係，睇緊戲喎大佬，有啲咧就喺度唉又講生意，哦阿李老闆咧就哇真係，我覺得好多謝佢啊，點啊大聲喺度講嘢咁啊，即係方先生唔知道你做生意做得好大咁，即係我覺得呢啲真係觀影惡習咯，係嘛你？你覺得在家看電視 的習慣般在看電影院那裡看電影這樣做適合嗎、啊、第二個呢就是看電影的時候你最不可以忍受是哪種情況呢，很多選擇、啊、有說、看手機打電話的手機又不調冇聲沒有品這樣，又或者吃東西動靜大吃了什麼韭菜包啊榴蓮餅啊這樣啊好重口味，或者咧就踢人燈杯嚇，將腳放喺咧座位之間啊，除鞋哇，除鞋呢樣嘢惡頂啊，真係，就算你冇味，你感覺都唔係幾好嘛，你真係嚇。我仲有咧細路仔咧就係嘈冤巴閉咁，咁我覺得呢個細路仔嘈冤巴閉咧就真係相對難控制啲啦，因為佢可以喺影廳度嘈咧，肯定係平時教育嘅時候就冇太注重呢方面嘅教育，咁你臨時臨急要佢唔好嘈係好難嘅。另外一個咧就係、劇透啦、啊、有啲人咧就中意係人肉彈幕嘅，一路電影進行中一路就講咁樣嚇，呢部戲我睇咗幾次，我同你解釋一下，嗱佢一陣就出嚟㗎啦，一陣咧呢個阿唐僧就出嚟啦咁樣，嚇、啊、你真煩到 A 咁啊！咁跟住咧仲有啲咧就頻繁起身咁，嗱、啊、呢、這個我覺得亦都情有可原，可能人哋喺身體有某方面嘅困難係嘛，可能成日去廁所咧。可能人家真的身體有些不適呢，是吧，這個也都
即係唔可以太怪嘅人嚟嘅。咁仲有一啲咧就旁若無人曬恩愛咁樣嚇，即係喺電影院嗰度以為冇人見到黑掹掹咁樣，又上啊又下又左又右咁上下其手咁想點咁樣嚇。咁仲有其他嚇，你可以講講咧，仲有除咗喂，其實我哋小編今日都真係好俾心機喎。基本上最乞人憎嘅睇電影嘅時候遇到嘅一啲不文明情況都上面寫曬啦，仲會有其他咧？我好好奇啊，呢、這個其他仲有邊啲其他嚇？你遇到過一啲觀影唔可以忍受嘅情況係點咧？咁好啦，各位慢慢傾，我哋睇下其他方面嘅內容啊。珠江第一線飲早茶，朝朝新鮮報。春节黄金周之后，广州白云机场的客流高峰是持续的，我呈现进出两旺的态势。昨天进出港航班是1322班，客流超过19万人次，我预计高峰就会持续到2月11号元宵节前后。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昨天上线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广东民生热线，在节目当中就透露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建设进展是相当顺利，可以按计划明年2月就会建成投入使用的。春节过后随着务工人员的陆续返工，广州家政市场开始又继续火爆起身，不少的家政务工人员的薪酬都是有所增长的。其中你可以预想得到了，因为生育年嘛，上一年就开全面开放二胎，今年就更加是这方面的家政人员更抢手了。讲的就月薪增长的月嫂和育婴阿姨是最抢手的，现在讲的资深月嫂服务26日薪酬可以达到16800。講緊呢個肯定唔係話即係最高價啦，已經嚇講緊咧就普遍可能差唔多去到萬幾蚊啦。講緊呢個係資深月嫂嘅價格咁。不過咧，即係以我經驗啊，同埋我八翻嚟，你知我人八嘅啦，即係有一啲所謂金牌月嫂咧，其實佢名不符實嘅。可能佢咧喺幾家嗰度做過，又或者咧就即係攞考咗好多各種各樣嘅證啦，成身都證啦，證明自己係金牌啦咁樣。之後佢就夠膽死收萬幾蚊噶啦嚇。但係咧，可能佢嗰啲所有嘅知識配套咧跟唔上噶噃，咁你就煩啦嚇。你因為你自己本身唔識，你先請月嫂嘅啫。咁佢又唔識喎，佢唔識係點咧？嗱，據我之前打聽翻嚟咧，就有朋友去請個月嫂咧，佢個月嫂冇問題嘅，但係有一個佢月嫂嘅一齊做嘢嘅另外一個月嫂，就成日打電話咧向佢請教應該點樣護理、點樣做、點樣做咁樣。咁啊我朋友個月嫂同佢講啦，佢就話：，呢個我朋友咧就喺深圳接咗一單工作啊，就收萬幾蚊。咁啊，我朋友月嫂就評價佢話：，哇，那個人佢咩都唔識，咩要打電話問我都夠膽死收萬幾蚊，係夠膽死又俾佢接到咁樣嘅工喎，佢真係犀利啊咁樣。咁啊，即係可想而知咧，即係呢個月嫂嘅市場啊，水喉很深啊！你真係唔好立亂咧，走過去三唔識七咁就請個月嫂翻嚟，見到係資深就相信係金牌啊！最好咧都係人哋用過，覺得真係好啦嚇，多方證明啊，有口碑啦，嗰啲先好啦，好用啊嚇！2017廣府廟會將會在元宵節，亦即是呢個月嘅11號到17號，在廣州市北京路等多個地方舉行嘅。咁今年廟會咧新增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意市集，咪推出一啲咧廣府民族文化巡遊匯演啦，仲有動漫廟會啦、慈善廟會啦、廣府達人秀啦等等豐富多彩嘅民族文化活動噶噃。歡迎大家咧喺11號到17號咧去到北京路咧趁下虛啊，睇睇熱鬧啦。根據廣東省氣象台預報，今日白天到夜間咧，廣東大部分市縣先後受中等偏強冷氣同埋弱熱變嘅影響，會有小雨局部中雨。我聽日白天到後日咧，大部分市縣咧係轉多雲間晴，過程平均氣温咧下降5到8攝氏度。我粵北部分市縣咧將會有5攝氏度以下嘅低温㗎。珠海市在全國率先啟動生育保險並入醫療保險的試點改革，從今年的1月1日開始統一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徵繳和管理。在
正月十五之前咧，其實嚇、我哋廣東各地咧民族文化仲有好多即係過年嘅習俗噶喎，比如話行通祭、冇閉藝啦，係咪喺佛山行行通祭咁，或者咧就去睇睇元宵花燈啦咁。嗱，聽日開始到十一號啊，東莞市紅梅鎮咧將會舉辦一個咧我們的節日元宵嚇，一個第十三屆中國民間文化山花獎優秀民間藝術表演獎一個民間古舞古樂嘅評獎活動咁。而且咧仲會有一個咧2017廣東省嘅第六屆花燈文化節添，可以去到東莞紅梅鎮睇花燈啊！咁我哋廣州都仲有好多地方有花燈睇噶，譬如話雲台花園啦，一路咧啲靚花會擺到去三月份噶。根據中國黃金協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啦，2016年啊，國內累計生產黃金咧係453噸，咁連續10年啦，已經成為全球最大嘅黃金生產國啦，金燦燦啊咁。2016年全國嘅黃金消費量咧係975噸，咁啊已經連續4年啦，成為世界第一嘅黃金消費國啦嚇。其中有幾多係中國大媽貢獻嘅量呢？由中遠海運集團啟動的兩列裝載中國貨物裝集裝箱火車，咁喺1月29日到2月5日，由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先後抵達匈牙利布達佩斯，咁呢個咧就標誌住中國收購比雷埃夫斯港之後規劃連通中國同中東歐地區的一個貨物聯運的中歐陸海快式的聯運咁，正式咧就係開通咗嘅，哇，犀利啦！北京警方日前通報，保利俱樂部、南代俱樂部、麗海名門俱樂部喺個涉黃案件當中，有77名嘅犯罪嫌疑人因為涉嫌組織賣淫罪、協助組織賣淫罪等罪名被批准逮捕。目前警方正喺度開展步後嘅審查工作，而且咧依法推進案件嘅訴訟程序嚇。呢啲之前爆出啦，啲俱樂部負責人咧就哇，真係好大口氣，佢話：哎呀，天上人間之後就係我哋呢度多靚女啦咁樣嚇，你真係夠膽死啊你嚇！而家全部咧都要查處嚇。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崔麗日前就介紹啦。2016年新出生的人口咧係1867万，講全國人口嚇1000多万，咁啊比2015年咧係增長咗11%。咁喺新出生的人口當中咧，有45%，差唔多近半數啦，係嚟自二孩家庭噶。今年嘅1月5日到2月6日，首都機場公安分局咧係接報3宗喺飛機上面非法使用手機，而且咧拒絕點都唔肯關機嘅案件嚇。咁同以往相比咧，呢類案件咧而家係呈高發嘅態勢嘅。公安機關咧係依法嚴厲打擊呢類嘅違法行為，你真係唔好諗住我手機有飛行模式啊，我成日搭外國航班嗰啲都唔使關機嘅，我堅持唔關咁樣。喂，即係遊戲規則就係咁嘅，你要玩得呢個遊戲咧，你就要跟翻佢規矩，你要喺國內搭我哋嘅航班係嘛，你跟翻我哋嘅相關法律法規咁樣係咪？所以而家講俾你聽，我哋唔允許咧就開住飛行模式咁樣用手機嘅，係一定要關機嘅。所以就你都要聽聽話話啦嚇。咁而家咧，公安機關咧就對呢3名嘅涉案違法人員咧，都係處以行政拘留處罰㗎。造成18人死亡的浙江天台浙江天台2005火災涉事的足浴中心4名的负责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了。目前火灾原因调查以及相关善后工作依然进行当中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咁樣，咁啊，琴日咧就批准市區、新界同大嶼山嘅的士係加價，起步價咧增加2港元，咁啊首段跳標收費咧每跳咧就會增加1毫子，後段跳標收費咧就會增加2毫子，咁啊新收費咧預計會從4月9日開始咧就會生效嘅嚇。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科金日前在内阁会议之后就说了，泰国内阁已经批准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签证费用减免政策延长6个月，去到今年的8月31号减免了这个旅游签证费用。好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之后继续谈。正点报时是由交通银行白云山中一维礼安联合特约播出。北京时间8:00。中老年眼贴啦，佢系提炼中草药精华制成嘅，贴喺个眼皮上边，专门针对眼睛痛、模糊、流眼水，好有效噶。我对眼咁严重都有用？系梗系啦，咪话你啦，我之前啊仲犀利啊，用咗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先至可以爬山咋。好视力系17年嘅老品牌，效果就系咁好啦。咁我都要快啲用至得啦。好视力无忧体验电话0202829-8969。好视力开年送福你啦！而家来电即可无忧体验好视力，10分钟内成为会员嘅，更可积分获得血压仪，喺屋企就可以测血压，健康实用。0202829-8769，2829-876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视力科技。鼎呱呱集团2017年战略升级，布局北上广深、成都、重庆等城市，专注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工商会计、商标专利，打造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让商业更便捷，让创业更简单。服务热线2213-2213，一站式商业服务就找鼎呱呱，上小鼎网。好消息，好消息！喜迎元旦，12月24日20:10起，广通平台开展大乐透追加多期投注，抽奖奖金翻番快速活动，详情请见平台投注站。中国体育彩票。过年回家，看到同学朋友都开新车了，咱们也快了。我上滴答滴团购网报名了，很快就能买新车，而且更划算更省钱。真的？价格很低吗？当然，滴答滴是大型汽车团购网站，有专人帮我们向 4S 店砍价杀价，他们懂行情口才好，能帮我们杀出超低好价格。怎么报名的？关注微信号滴答滴就行，一滴水的滴，答案的答，省钱省力，买好车就上滴答滴。春节美食特别多，吃多吃杂易腹泻，防患未然，快用广州牌保济口服液，口感好，吸收快。广州牌保济口服液，肠胃良方代代相传，儿童肠胃不适还有三高仔保济口服液哦。大家好，我是刘嘉玲，新春送祝福就送燕之屋晚宴，感恩贵人，答谢客户，吉祥年送晚宴，匠心品质，体面大气，走亲访友，孝敬长辈，吉祥年送晚宴，浓情今晚，幸福美满。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吃的纯燕窝。广州友谊商店、广百百货、番禺山姆会员店、汇锦新城店、珠江新城华穗路旗舰店均有售。晚宴专线0203835-0088，3835-0088。燕之屋。广州鼎汉法律专注于公司法务、并购重组、工程建筑、债权债务、合同纠纷等多个领域，严谨的服务态度，透明的服务环节，高效的处理方式，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您最贴心的法律顾问，法律服务热线2213-2213，记住2213-2213，鼎汉法律。珠江第一线系由潘高寿紫咳川贝枇杷露特约播出。珠江第一线，郑达、李家，让你朝朝饮早茶。早晨，李家。早晨，大哥。早晨，各位茶客。有啲人专门等咗，等到我哋开咗车，你都上班嚟。系啊，点都要等到阿达哥
哥出現才可以啟動我沒有沒有大哥今天我們喝啖茶聊聊天說你很喜歡做的那個行為什麼事看電影啊咁呢個行為俾你愛好，係愛好係。係啦，我中意睇嗰啲暴力嘅啲動作大片。血腥啊，係嘛？又唔一定血腥嘅，即係覺得好睇。我知道今日咧就嗰啲咁嘅你喺睇電影過程當中有冇遇到呢啲即係令自己非常之憤怒嘅，而咧真係想喐手嘅，即係想嘅想啫嚇。冇得想嘅呢啲嘢，公共場所嚇。咁你啲人咧，嗱我哋比較憎咧，我嗰次睇戲咧，坐我隔離咧。是個女嘅，係一坐埋我之後，成身走氣。哎呀！咁我唔著，但係睇個樣佢清醒嘅喎。佢同隔離嗰兩個女仔，佢同隔離個女仔傾偈，冇事嘅。即係後生女嚟嘅。後生女嚟嘅，大家成身走氣。估計咧就第一佢係飲得，一係咧就佢冇飲酒咧，就啲酒唔知點解潑咗落佢身度。哦。即係勸酒嘅時候咧，咁身上有一陣嗰啲酒，走咗好 cheap 咧，走嚟咧應該係普通啲。聞一陣味，都知道要睇人哋係咩酒嚟嘅人。應該係啲白酒之類咁嘅嘢。咁我話咯，醬香型。咁就唔係濃香，又唔知好醬啦。總之佢可能嚟唔切翻換衫，就跟住睇戲之類嘅。佢覺得自己啲味道都冇得，哇！公道啊！隔離左右都擰轉頭望佢，佢可能自己都唔好意思。但係呢種感覺咧，你好慘，要公足。一場戲咁啦。哦，即係酒味咧，你都仲可以嘗試忍耐係嘛？如果大哥最驚嘅榴蓮味，咁你第一時間就彈開啦。榴蓮味就唔係我驚啦，就唔俾入呢個你嘅電影院嘅。咁啊，仲有一個現象咧，我唔係好中意咧，就話前面啲人咧，佢唔打電話，而家好少話大聲打電話。哦。佢啊睇手機都煩啊！咁啊睇手機，我想我自己睇啫，冇影響你。但係你知道整個電影院黑掹掹嘅時候咧，任何一點光咧，嗰點光係好刺眼嘅。咁離得遠我就唔見啦，佢就喺你前面嗰排，啊或者喺後面我唔知啊，喺你隔離左右你都唔覺。佢最慘就喺你前邊嗰排隔離嗰兩個位睇手機咧，嗰、那個光線啊，令視殘你眼嘅。咁你又唔好意思話佢喎。係啊，我想問下大哥，如果你遇到呢種你唔係好滿意嘅觀影行為咧，你係會唔會出聲嘅咧？睇佢對我嘅影響幾大咯。一般情況下咧，如果成場戲由頭到尾都著住個手機，我梗係話佢啦。咁我估計佢哋會睇開咯。一般咧望一陣嘅識㗎啦，可能有急事啫。但係走戲呢啲點講佢啫？喂，小姐，你有冇搞錯？你出去換件衫咯，咁冇理由叫。我會㗎喎，我唔會出聲。但係咧，嗱，譬如頭先你講話有，你睇到佢坐喺隔離嗰度啦。走戲嗰啲咧，我一般咧就會各種動作喺佢面前又揞鼻啦，跟住。咁樣咧，即係俾佢覺得自己好似有啲嘢先咯，咁咯。我一般會我嘅處理方法會咁咯，即係或者係見到人哋好似今日我哋講嘅早茶話題啊嚇，佢喺度影相影響人哋嘅，我係會選擇係眼神制敵，擰翻頭望佢掘佢嗰啲咯。但係冇錯嘅，唔係閃燈就會有閃燈啊。嗱呢樣嘢咧就真係我覺得咧，國外啲人咧就嗰種勸阻性咧會比我哋強好多嘅喎。啊！佢啲人唔知點解喎，嗱，好似我哋有一次咧就去莫斯科，睇人哋國家芭蕾舞團演《小天鵝》啦，噔噔噔噔噔，你睇，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間旁邊就，滴滴滴，哒哒啦哒，哇！話啲鬼佬一二三順望過嚟，咁我阿叔頂頂佢咁，其實嚇，哒哩啦啦哒哩。他又嚟，隔離一直就起身就拍佢個角色。Hello， 靠住你個檸檬餐咁，即係話你而家睇緊戲咯咁，即係人家就會主動去拍你，但中國人就好少咁拍嘅。嗯，主動話我搞錯呢條死路嚟咯。就我喺如果唔做開聲嗰、那個啦，開聲出頭我笨啦咁樣係嘛？佢都冇問題。好啊，參與早茶話題討論，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珠江經濟台。你仲可以喺公眾號主頁語音留言。早茶话题啊，讲紧咧电影院里边啊各种啊不如意事啊咁样。咁呢个行色匆匆嘅话咧，早晨啊大家，有啲不文明嘅侵犯公众利益嘅行为咧，我想讲讲啦。点啊？比如讲你刚才讲就系睇电影嗰啲恶习啦，又譬如讲喺自助餐嗰度啊攞紧抢先就口水花喷喷啦，话呢嚿大嗰嚿肥啦，啊剩低又大量嘅食物喺度唔带走啦，食唔晒啦。坐电梯嗰阵咧又大声讲话影响同梯人啦，满大街吐痰啦，啊
食味道濃重的食物啦，一路開車一路向車外掟嘢啦，亂停亂放啦，樓上嘢夜深人靜製造噪音啦，養狗啦，滿大街隨意排泄啦等等，呢啲現象基本上全部俾你講曬，梗有噶啦。執法唔到位啦嚇，咁啊最緊要呢啲人咧，佢自己冇道理咧，仲囂張個態度咁樣，真係屎可忍，食尿不可忍啦！呢種情啊，民間而家自發一種情字，讓其長記性或者係最有效的辦法。係啊，我覺得係你如果靠執法咧，你執法人有幾多啊？冇可能可以單單都跟得足嘅。所以睇電影咧，嗰啲咁嘅咩啊，嗰啲蜘蛛俠啊，同埋嗰啲超人啊，我好想我哋身邊都有個類似呢啲咁嘅人，又唔至於令到人家會死，但會俾啲教訓佢。公安咧一定拍手稱快嘅，又唔關我事啦，我哋都唔中意。呢啲小壞習慣又唔需要用嘅嗰啲，但我覺得咧，好似大哥頭先所講嘅，如果人人都可以成為監督者啊，即係唔好話鬧人啦，俾個眼神制定，大家一齊俾嘅話，呢、這個壓力日久形成咧，其實相對嗰啲壞習慣咧，應該都會少啲嘅，我覺得。睇你俾人，你俾眼神，再你隻眼壞咗啊！即係如果大家一齊俾壓力啊，我話。咁啊，各位呢度邊係醫院嚟？我咁隻眼望咩啊望？阿 Connie 啊，佢話咧就早晨啊，各位，通常咧我去睇電影嘅話咧，我就會睇上午嘅第一場，人咧就會少啲，所以咧就唔會遇到啲觀影陋習。錯忽出行嘅同時都要錯峰觀影啊，大佬。不過而家睇電影好少話真係場場都爆滿嘅，基本上一個新片上嚟咧，都係坐咗一半到嘅啫嚇。唔係啊，你睇下星期啲戲，場場爆滿嘅真係。都未必啊。阿黑黑就話啦，肯定又係曬朋友圈惹啲禍啦，最討厭到處拍拍拍拍噶啦咁。Rose 就話：我覺得咧睇戲嗰陣咧，真係唔可以影相咯。喺電影院咁暗嘅地方影相，仲唔關閃光燈，真係會好鬼死殘眼噶嘛。睇戲嗰陣影相喎，拍視頻喎，劇透喎，打電話，兼且講得好大聲，嗰種我都唔接受咯。呢啲行為係真係好冇素質嘅，好冇家教嘅行為。不過話又講翻轉頭，睇佢睇戲影相真係冇素質，但係打人亦都唔啱。我覺得喺呢種情況下，電影院應該出手，比如話對文明影響行為要進一定嘅罰款，有各種行為嘅就拉入黑名單咁樣。即係各打五十咁樣係嘛？好啦，早上時間嚟到8:12嚇，提醒下你咧，現時咧塞車路段，廣州大道中南黃北金谷路係慢緊嘅，解放南路南黃北從解放大橋到大德路咧都係好攪搞啊！各位慢慢傾，我哋睇下其他方面內容。網羅熱點，珠江第一線，網覽天下。即係有時咧，啲父母啊，我要遺棄我仔女，原因啊千奇百怪嘅。我講緊咧，浙江有一個男人啊，將佢個私生子咧就賣咗。喂，賣仔你有搞錯啊？咁樣啊？私生啊嘛，我唔想話俾人。喂，都係你個仔嘅大佬嚇。咁我咪當佢叉燒咯。咁啊，講緊咧就温州有個男人啊，呢個陳某，從佢情人嗰度咧就搶走個兩歲嘅親生仔，用44,000嘅價錢咧就賣咗佢個兩歲嘅親生仔。跟住咧就將賣咗啲44,000當中嘅23,000咧，就攞咗嚟俾佢嘅老婆，即係佢原配妻子啦嚇，就還債咁。佢就話啦：我點解要賣我私生子？因為我只係愛我嘅原配咁樣。即係你呢個原因咧，又即係係。即係你可以愛你嘅原配冇問題，但係你冇理由賣自己嘅仔嘅，即使都係你私生子係嘛？咁啊，咁私生就已經唔係愛你嘅老婆啦。唉，反正一男人啊，就硬攬個藉口咁啦。攞嗰啲膠袋又攞埋曬一 chip 又流。咁啊，最目前咧嚇，呢個陳某咧就被判有期徒刑5.5年啊。咁梗係啦，你販賣人口喎、啊，真係啊，哪怕都係你嘅仔啊，都係一樣要判刑噶。另外一個咧就阿偉力，9年前咧佢爸爸媽媽離婚，佢跟住阿媽咧就去到外省咁。咁啊，2012年嘅時候咧，佢嘅老豆話俾佢聽，佢有自閉症嘅細路咧就失咗蹤咁樣。咁啊，呢個時候咧，阿偉力咧就義無反顧啊，第一時間咧就嚟到廣州，佢要揾翻呢個咧佢有自閉症嘅細路。咁喺廣州揾咗1個月咧，終於喺救助站咧就揾到咗佢細路啦。咁啊，佢阿偉玲自己本身咧都未夠18歲嘅嚇，當時嚇，咁佢當時咧就覺得，第一個我爸爸媽媽離異啦，咁啊老豆啊唔理啦，阿媽已經改嫁啦，咁啊冇理由加重阿媽負擔嘅，要去養埋細佬嘅。好
我自己一個人，我一力承擔，我養埋細佬咁樣，小血緣關係係咪？但係佢自己人仔都真未滿18歲啊咁。咁啊，跟住咧，佢喺半年前咧，偉玲咧就喺一間特殊教育學校咧揾到咗一個代課老師嘅工作。咁佢咧就自己做代課老師，跟住咧就等阿細佬咧喺呢間特殊教育學校嗰度咧就入讀咁。咁但係，即係幾比較唔好嘅消息啦，聽到心噏咧就係而家咧嚇，因為佢係代課老師啊，咁啊正訂嘅嗰個老師咧就翻翻工啦，咁佢呢份代課工作咧就可能面臨失業啦咁，咁而家偉玲咧佢就好想揾份工作啦，既可以揾食啦，又可以照顧細佬嘅嚇，即係呢個家姐真係唔怕得啊，希望可以有心人去幫到偉玲啦。就即係講過年搶紅包，你都搶唔少啦，係嘛？有冇發翻咁多出去先？咁咪講緊阿小林啦嚇，佢咧就做係業務推廣嘅工作嘅，咁啊今年咧就22歲咁。咁佢嘅微信群當中，因為做業務推廣咧，就有好多好多各種各樣嘅群啊，朋友比較多，就有成300個群咁。咁啊春節期間咧，這個小林咧就喺各個群裏邊咧搶紅包，但係佢咧就堅持咧就只搶不發咁樣。咪齋搶紅包，佢都搶差唔多成2000元啊！手氣最好嘅時候咧，佢都唔接龍噶噃，因為有啲群係講咗噶嘛，邊個手氣最好就要發翻出嚟咁樣。但係佢都唔會發嘅佢，啊佢嘅精神就係、是，反正我就咁嘅咧，耐得我何咩？吹呀吹呀咁樣嚇。本事你唔俾我掟，唔俾我接。啊，真係啊，即係對呢種人你又真係耐佢唔何噶噃，但係。人哋對你會有諗法嘅喎，小林，你做業務推廣嘛？你過完一個年之後，咁你吹咩？我係咁嚟咩？咁你過完年之後，你冇曬啲客户，冇曬朋友，咁你點知我冇啊？我繼續開發新嘅客源啊！咁啊，又有你嘅道理嘅。啊，今日又有一個話題啦，咩話題咧？咁樣嗱，個春節咧，通常咧，我哋叫做係過咗元宵節啊，咁先叫做過完啦，嚇，平時就唔可以再鬥啦。嚇，咁啊，而家咧就尤其啲鄉下咧，而家呢幾日咧仲有好多活動搞嘅。係啊。咁但係一般嚟講咧，我哋習慣咧就已經係初七初八上班之後都叫做完㗎啦，咁樣。唔係㗎。你試下見到啲未結婚嘅一樣問你提利是㗎。一樣追住你啊，擒到你上你膊頭。咁啊。有一樣嘢就年年都會遇到噶啦，即係你買嗰啲咩年花、年桔啊、嗰啲桃花咁樣，咪抌去邊度咧？咁樣嚇，哦，咁啊，市政府啊、街道啊、區委啊都有個堆放點俾我哋堆放嘅，咁樣嚇、啊、有。咁啊，由於咧今年嘅天氣咧就暖得比較早啊，基本上都冇乜點動過。咁啊，基本上咧大型嗰啲桃花嗰啲咧就已經係開曬咁滯嘅啦。咁啊，所以啲市民咧買嘅時候咧就買得比較少啊，亦都冇乜好賣，基本上。咁咧，所以咧就今年咧就預計咧嚇。元宵之後啊，各個居委設嘅啲咁垃圾回收點收啲蓮花嘅，就都會比以往咧就少咗啲啦。因為大家咧就都少啲咁樣。咁啊，原來咧我又好好奇喎。咁啊，通常呢啲咁嘅蓮花、蓮桔、桃花枝啊、啲枯枝啊，攞去邊度嘅咧？咁樣你知唔知啊？唔知啊？掉去咯。係掉喎，你本身係你掉啫，你知唔知個個咁掉掉埋埋，哇都幾多下咁點掉咧？咁樣原來咧個分好多種嘅。咁啊，首先咧。就我哋嗰啲咁嘅環衞工人好辛苦啊！咁啊，將呢啲咁嘅蓮桔啊、桃花啊之類咁嘅嘢咧，尤其啲蓮桔啊嗰啲咧，就先將嗰個盤咧睇下先。如果個盤咧係靚嘅話咧，佢就留翻；唔靚嗰啲咧，普通嗰啲咁嘅燒嘅黑，即係白曬曬一個咁嘅瓦缸咧，就砰敲碎佢。啊，敲碎佢之後咧，就將佢堆埋一邊嗰啲瓦。啲爛瓦堆埋一邊，然之後將裏邊啲泥咧就成抽掹出嚟咧就整散嘅，啲泥又堆埋一堆，然之後啲框咧又一堆，咁啊基本上分三堆嘅。啊，咁啊其實有陣時咧就唔需要你講好多嗰啲附近啊番禺啊順德啊燦村啊咁嗰啲咁嘅農民咧啲苗圃啲人咧都會去啲咁嘅垃圾場嗰度，佢哋互相有聯繫㗎啦。啊，咁啊對嗰啲環衞工人收收集集比較靚嗰啲花盆咧，佢哋有啲。都會嚟睇下，值得收嘅我都會攞翻嚟，俾翻啲錢你嘅，佢會攞走嘅。咁啊，一般嚟講咧，點咧就將嗰啲咁嘅枝枝捆捆咧，就有車專門咧就送到啲壓縮點，將佢扯扎咁啊壓一嚿之後，就唔知點用噶啦。啊，將佢壓曬嘅廢品啊嘛。啊，咁啊跟住咧就，如果嗰盆桔咧仲有利用價值嘅，比較靚啲嘅，咁啊剪咗啲枯啲嘅，係留翻啲仲有啲花有啲形嘅咧。就通常會送去一啲福利院啊、敬老院啊，咁啊擺到成廳都係，成屋都係㗎，啊擺到俾佢哋嘅。
咁啊有啲咧就係、是、其他咧就拎去嘔咯，拎個化糞池去嘔，唔係化糞池，拎個地方去嘔啦咁樣。咁啊呢度咧就講咧就話原來咧天河車陂嗰度咧有一個老人家咧，佢嗰度自己屋企居然咧就搞咗個公園。嗯。嚇、啊！咁啊嗰啲公園咧就連佢哋村道嗰啲巷道旁邊咧都插滿曬鮮花同埋桃花嘅，原來佢全部係執人家嗰啲舊嗰啲嘢，佢自己重新栽培過，佢以前就係啲老園藝工嚟嘅。哎呀，開翻綠葉，每年都唔知幾鬼靚。佢話呢啲就係你哋以前抌出嚟嘅嘢咁樣啦，呢啲係極少數嘅。咁就話俾各位聽啦嚇，棄置啲年花年桔咧，咁啊臨時徵集品咧，今日都出咗噶啦。咁啊邊度有邊度有，咁嗰啲就唔講啦。啊，你自己翻去去睇睇啊。我最緊要就唔好亂咁抌。網羅熱點，珠江第一線，網眼天下。